怎么了？是我爸爸吗？不是吧？我的水在我的耳膜里呢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看医生哦。Yeah, 我没有耳朵痛。要看医生哦。刚刚医生说瑞瑞是中耳炎。现在去哪呀？我来大药药。还有别的吗？这样就好了。爬的呀，我要爬爬到那楼了。Hello， 嗯。